我说玩到好漂亮。欸，我一直想要看旁边那个风景呢。等一下，旋风冲锋龙卷风要来了。剑光，我要发动我的大绝，龙泉光。今天要来玩新游戏，你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《王牌禁术》，是一款新的一个赛车游戏。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游戏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开的是这个 Porsche 911 GT2RS。这个赛车游戏最厉害的就是大招，它每一个车款都有一个必杀技，我觉得蛮酷的，可以给各位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旋风冲锋龙卷风啊？然后我们可以在场上直接秀给大家看，超帅的，这个真的很屌，我觉得这个招式真的蛮酷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抽车部分，也蛮特别的。那这边有一个初心者免费实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十连抽啊，就是你看到这里面没有车子嘛，千万不要按确定最终选择。它这边跟其他款游戏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它可以让你重置十连抽，而且次数达成50次。我试给大家看，就是你看按下去有没有？哎呦，又可以再抽啊！这个只有零件，不过瘾，不过瘾，不够，不够，再抽，再抽。这边我建议各位等抽到金车，就是那种传说等级的车子，我们再来确定最终结果。所以我们总共有50次机会可以来抽传说车，所以不用那么急，选择你的最终奖励。哦，我看到什么车？哇，好帅啊！这个难道就是惨？我看到这个车是什么？人车合一，这台车好像也蛮帅的。但是我们可以先保留这个结果，可以先存档，有没有？存档之后这个结果我先保存起来，等一下我也可以选择这个，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重置10点钟，来再抽再抽，我看可不可以抽到另外一台金框车，这可不可以跳过动画？应该有吧？哇，这台车看起来干老者，赛车绝招骚扰系统，这感觉是辅助位的，就是这个王牌禁术它有3种的，它就是有打领跑的，然后助攻跟辅助的，这个每台车都有特色啊。这个先等等，来我再看一下，我也看到这里面有什么车，火箭湖应该是禁术了哦。好啦，就这个还送了一个蓝图，好啦，我先确定结果，选择了，看一下这台火箭湖，哇，看起来很帅，有料有料，这个跑车看起来很帅。所以这个等于说有50次可以抽的机会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，抽到你们想要的车款。它还有很多时装啊，像我打扮这个有没有帅帅的？还是我们要来一个这个，来一个下趴一点好不好？就穿这个猎人套装，哦，它上面很多发型可以换下啊，我们稍微打扮一下。好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它还有一个模式，我觉得很酷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自驾去旅拍，就是可以在各种场景拍很漂亮的照片。我们来一个3层。我们去旅拍一下，这个蛮写真的。主要它这个地图用那种世界级的赛道的感觉，很漂亮啊。我这边出发，找个地方停个车，拍个照。哦，烟火喷喷喷。等一下，但我要停这里，看一下我们的人出来了。哎呦，而且这里还可以放车辆绝招哦。哦呦呦，3段加速的绝招。哎呦，还可以打开，哇，这个有搞头哎，这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，好帅哦。全开，全开，哇，你这蛮酷的。好，我们给他拍张照 ，OK。然后你们还可以把这张照上传到你的 Facebook， 给大家炫耀一下。这个现实买不起，游戏买起来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GTR 这个，只要完成 GTR 登录的话，我就可以免费获得我们实战战神 GTR， 好不好？大家可以来领一下这个。然后大家现在可以领这个新秀计划，最后可以领到保时捷911啊，累积登录就可以拿到了。应该说要解一些任务啦，这个任务其实都非常的简单，像刚刚什么完成一局排位啊，5局10局的，他也没有叫你赢嘛，他只是说叫你完成，所以这个都算还 OK 啦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解个任务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换个神镜号，我刚上的时候玩这台车，这台车的特色就是可以3段加速，我觉得很好玩，速度非常足够，所以我一上线就先练这一台。啊，里面当然有什么 GTR 啊、保时捷911，这些全部都是有品牌车授权的，超屌的，非常非常酷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跑一下那个排位赛。好，我来看一下这个龙井问茶，来试试看这一张，来体验起来这一张赛道到底什么赛道。Go go！ 哦，一开始先来一颗气，哎，卡我哎，很会卡哦。
当当当当。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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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开招啊！二段。哦，三段，好快呀、哦，拉不住啊！太快了。在哪里啊？哦，这边应该是要往右边走，大弯大弯，这边一样甩，投几点氮气。加速一次，哇，好爽哦！后面那个开大招，车速是有点疯了，好像有点太爽了。那个车速估计400多了吧？有没有？我们守卫第一场胜利，帅啊！真的速度好爽哦！它这个是只能三对三的一个竞赛游戏。我们再换一台好了，我们来一个保时捷911，因为我想要玩一下这个旋风冲锋女帮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影片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很帅！我要来玩看，我还没玩过这台，试一下，感觉超帅了。来一个这个好了，重现之岛，来哦，匹配成功，帅、欸、这台。来看一下那个大招，啊啊啊啊！弹的船是哪里？嗯，我、哦、这地图好漂亮。好像是那个下山的一样那种赛道，挤一个气，哎，我怎么感觉听不？他甩尾声怎么那么小声啊？哎，这有是不是捷径啊？啊，熬过头，赶快复位，来了。我要发动龙卷风了，可是，在那边用好像还好。拍照，开开开，这是哪里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有火车要来是不是？我、哦、这弯道好漂亮！哎，我一直想要看旁边的那个风景呢。等一下呢，等一下旋风冲锋龙卷风要来哦！见过，我要发动我的大绝龙卷风啊！好帅啊！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有点帅到。哪里？直走。啊！快开！我们抵达终点了。有有有有。我觉得那个蛮好玩的、欸，他那个飞出去用转的，超帅的。这就是有大绝招的赛车游戏啊，太帅啦！我来换一下另外一台车玩玩看，来个 GTR 好了。来看一下这一台 GTR 速度节赛车场四星的赛道，这张我在玩那个任务有看过这一张赛道，我来跑跑看这一张。出发！哦，哇，这台车速度也挺不错的。这边有个西瓜，他怎么已经在飞了？他已经出大招了，这么快？他看起来鞋带没有掉啊！我来看一下我的必杀技，哇，这个
欸，我按不完了，这太多东西要按了吧？不会是给你一个氮气，把你氮气蓄满满的？他又开始跳高链了。我没有必杀了，哇，拉不住了！我像有个大西瓜，我切错边了。他这个西瓜怎么那么多地方可以切啊？好酷哦，他西瓜很多可以切。那个地图怎么突然有一个大西瓜要切啊？这个能力好好玩哦！你放大招的时候，他会再给你一个氮气耶，看那火箭呢，真的好快哦！